后一边简单的把它推开来，对，会有透亮的效果。史蒂斯卡的这个维嘉的多效物理隔离一一霜，那一一霜它就是结合了 BB、CC、DD 整合。看我拿下来，你看，哎，没有油，好神奇哦！没有油，压一下，你看，只有水而已，完全不脱，没有差。47是油，嗯，还蛮油的。那是另外一边，你看。它反过来了，有看到吗？36，水分上去了，然后油降低了。油呢，它就是一瓶搞定，是有遮瑕的功能，校正，然后针对你的润色，还添加了非常多效的保养在里面，而且它有 SPF50， 然后对50就不用再擦防晒，就不用了，对。然后它保湿啊，也很光老，可以帮你做到很好的保护，尤其是医美术后跟敏感性的肌肤或孕妈咪。它会有一种洁净的感觉，因为它本身里面有平衡油脂嘛，这个白芦笋萃取，然后本身里面还有防紫外线的一些成分，来自于这个水解玻尿酸。那水解玻尿酸就是可以让你保湿，另外当然里面还有维生素原 B 5，原 B 5就是呢可以让你肌肤呢摸起来更加的什么柔嫩。重点是呢没有香料，没有酒精，完全没香料，哎，对，完全没有，对不对？而且重点是它没有添加任何化学的防晒剂，基本上你来选择这一款，就是可以安心的来让你的肌肤达到很好的防护跟保养，太方便了。